梦想是现实的。不对啊，梦想中不对不对不对。梦想啊，梦想是人努力的动力。那我觉得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在追寻不同的梦想。有时候当散场的时候，听到很多观众记得在演出的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点会讨论会感动，那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这些努力是值得的，因为让下面的这些人感受到了。